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啊。今天在这个视频，我会摘一些砂糖橘，然后今天我会把这些橘子呢就是进行泡酒。其实这些橘子的皮本来就是可以治疗一些咳嗽之类。那今天呢，我决定会把它做成一个泡酒的药料。其实这些橘子现在甜度已经达到大概85左右我有摘了一些还没成熟的和几乎都已经成熟的85%以上的东西。我也不能让它很甜就是会有酸的味道这样子。现在呢我就是会把它放在这个瓶子里面，然后除了那些，我们就是要准备一些白酒这里有一些白酒，待会我会放进去。首先的话，我就是会把这些放在里面。都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是会把白酒倒进去里面现在我们会泡大概2个月，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带出来使用。来，这样子。好，今天呢，我的视频呢，先分享到此为
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给我留赞、留下评论、订阅、关注我的频道啊，谢谢啊。